大家好，我是林事务所服务设计师林成毅。在四月份焦点私塾服务流程与设计单元呢，我会跟大家谈服务设计的重要概念同理心，怎么样站在同理的立场去理解使用者的需求，怎么样运用两个创新的工具，包含一个是同理心图，一个是顾客经验旅程图，透过这两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更聚焦在使用者真实的需求脉络，然后从体验的角度去做设计，这是这门课我想带给大家的一个重点，期待都能见到大家。